去支持郭董出来选总统。公园里开杠的阿贝，今日话题绕不开郭董要投入总统大选，各个嘲讽力满点。他如果叫我联署，我会帮他联署啦。嘴巴讲我姓关公的，那关公关老爷也不会这样子同意啊。郭董加入冲击蓝白阵营选情，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第一时间发反串文，还说听说很多支持民进党的好朋友都要帮他联署，帮郭董一圆总统梦。但四小时后又发文补充，呼吁大家别费心，因为保护个资更重要，强调民进党不会介入。据了解，全是因为民进党高层示警，联署资料可能外泄中国，禁止党高层对郭台铭参选发表太多意见。各路的牛鬼蛇神、英雄好汉、地方派系在支持，所以联署呢，完全不会是个问题。民意示警中也在脸书po文，表示女儿扬言为了帮台湾加油，想积极帮郭董参选联署，最后留下一句“女儿真懂事”，搭配耐人寻味的表情贴图，网友也都有看懂画中画，纷纷起哄要帮忙。像以前呐、许信良了。许信良，你听了，连署30万票了，最后选出来9万多票了，连署遐多嘞，无算遐多啦。而根据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，连署时间在9月19日到11月2日，法定连署门槛是最近一次立委选举选举人总数的1.5%，等同于连署门槛需要至少突破289,666人，才能实现郭董总统梦的第一步。三立新闻郭颂亮、吴君特报道。